今天 Travis 来机场接爸爸，看着这乌压压的人群，很难相信这还是在疫情期间。看到一个小男孩拿着花，问 Travis： 你拿什么给爸爸？他说他拿 Huggy Wuggy 吓爸爸。这么多人，还有种机场围观明星的感觉。很快就远远的看到老公出来了，相隔一米却又感觉好像很远。Huggy Wuggy 机场认亲场面。How are you? 有爸的孩子像个宝。Huggy Wuggy want to hold it.跳着跳着，突然间看上了别人的狗。